大家好，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个阿贾克斯对象，就是自己定义的一个阿贾克斯对象，用来简化阿贾克斯那些复杂的操作，使阿贾克斯的应用呢，通过一条代码就可以实现。那这一节课呢，咱们利用咱们自己编译过的阿贾克斯那个对象和前边咱们课程中介绍的分页类，来实现一个阿贾克斯无刷新的分页。那么这个是咱们上节课介绍的阿贾克斯那个对象的创建方式，这个是咱们前边用过的课程讲过中的一个分页类。那这两个呢，如果大家想听这门课的话，你首先得去先把前面这两个复习一下。那我们这里边首先我们来要完成一个无刷新的页面，无刷新的一个分页，我们首先要做的先做一个 index.html 文件，你看用 RTM 文件去把数据库的数据 读出来，那它中间就得利用阿贾克斯，我们写一个全的 HTML 斜杠 HTML HEAD 斜杠 HEAD 标题斜杠标题，然后这里边写着阿贾克斯实现无刷新分页，然后 body 体，斜杠 body y， 我这里边在下边输出一个 hr 加上 script， 我这块放一个 div，比如说 ID 等于 fpage 分页斜杠 div， 然后这块页面或者是叫做数据加载中，看这个，然后 JavaScript 这块，这里边数据加载中，这里边我意思就是从数据库取出来的表格我放到这里边来，然后在这里边我写成一个这样的语句 document.write， 我这里边用 JavaScript 的一个时间在客户端 new date 证明一下这个页面没有被刷新。你看一下，我现在访问一下这个文件细说 PHP 下边的 index.html数据加载中下边一条线，这块我就想放一个表格，然后呢下边这个时间我这个表格里边有分页，我点分页下一页下一页的时候，然后这个时间你看它如果不变化，那证明整个页面没刷新，因为如果页面一刷新，你看一下时间是在变的，看到没，如果执行了分页又没刷新，那么这就是一个无刷新的阿贾克斯分页。那现在这里边呢，我想在这里边存数据，把数据放进来，那我这块需要做一个 JavaScript 斜杠 script， 然后我这里边需要做一个设置分页的一个方法，里边只要存 URL， 我就能将这个 URL 请求服务器地址，然后将数据设置到这个里边。那讲设置到这里边，我得先有这个 obj 对象等于 get element by id 获取到这个 fpage 分页这个标签，就是这个 div， 然后我将数服务器，比如说我这里边用阿贾克斯请求就可以了。怎么阿贾克斯请求呢？我直接包含咱们上一节课学过的阿贾克斯点 .gs 这个文件斜杠 script， 既然有了这个文件，我就可以直接获取到
你看阿贾克斯这个对象等于直接调用阿贾克斯，然后我调用阿贾克斯中的 get 方法，记得上一个例子做唯一性数据校验的时候咱们用的是 post 方法，这里边咱们用 get 方法，然后这里边只要请求这个传递请求的 url 就可以了。当然了，我分页第几页，我这里边用到的把数据第几页数据也要传到 url 里边来，然后如果有数据返回，那返回的数据在这个参数中的，只要我把返回的数据阿贾克斯，只要 obj.inerhtml 把返回的数据如果从服务器请求一个表格请求回来，我就把这数据放到这个对象中，这个对象不就是数据加载中把它替换掉吗？那我默认在这里边调用一下 setpag， 我这里边传的是，假如说调用服务器 ser， 假如说叫做 demo 吧，点 php 问号 pag 等于一，我意思是默认把第一页的数据传进来，默认把第一页数据传过来。当然你这块没传递，服务器端也可以判断这个默认第一页，假如请求服务器是这个，这样，当然我可以这样去写是一样的。然后现在就需要写一个服务器端，然后去做分页。那我们看一下咱们哪个表适合做分页。mysql-u root-p12345 咱们库是细说 phpdb 下边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咱这里边我记得一直咱做实验有个 shop 表，有90多条记录。好，咱们就用这个做分页，当然也删除了很多数据。name 价钱描述。好，我现在建一个 demo.php 的应用 ,demo.php 的应用。然后在这里边我首先如果想做分页的话，我先发送一下，因为里边怕有中文 ,contnt,typ 类型等于文本的 html, charset 等于 utf-8。然后包含 require, 包含谁啊，包含这个分页类配置点 class.php, 然后我去连接数据库。我用 MySQL 去处理 ，new MySQL 连接本机的用户名是 root 的，密码是123456，然后库是 db， 细说 php db 这个库。首先呢，我要想创建这个配置对象、分页对象 new page， 我首先第一个必须得传多少个总数，然后每页分多少个，比如说每页我分十个，那第一个我需要的就是传递总记录数，那我就必须得知道总记录是多少， result 等于 MySQL 里边执行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当然你可以，我这里边就有个 ID， 我就直接从 ID 就行了， from 从这里边的shops 商品这个表里边取出所有的，然后通过结果集里边获取 num 下划线 rows， 我就知道总数了。然后我再做一条思考语句，等于 select 选择 id name， 这里边看表里边什么，有 id name 价钱数量描述，价钱数量DSN 描述，但是你不用全写 ，from 从 shops 表里边 ，or dr order by 排序 ID， 然后传递一个，在这块传递一个 dollar pro limit， 应该是配置里边的 limit，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能限制多少条语句了，都在这个分页类里边找出来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分页类不熟悉的话，看一下前面咱们录制的完美分页类的那个视频。然后呢把它复习一下，然后执行结果集等于 $mysqli 里边的 query 执行这条思考语句，然后在这里边就可以输出，比如输出一个表格 table ligin 等于 center 放在中间center 边中间 burdr 边框等于一个宽度
等于是比如说是800吧，900，然后输出结束的表格。当然在这个表格里边我需要输出表名 table 那个 CPTLN 表名斜杠 CPTLN 表名，假如说我说这块写上标题商品列表，当然我得也得需要有字段，比如说 TR 斜杠 TR 然后TH 斜杠 TH， 这里边大概一两三四五个字段，所以我需要这里边有五个 TH， 两三四五，这里边是ID name 就名称，然后价格写错地方了，写错位置了， ID name ID name 价钱 num 数量 dsn 描述，然后下边也得输出分页的信息 tr 斜杠 tr td 斜杠 td， 将这个 td 的数据放在右边，然后CURSPN 占的格子数是一两三四五列，然后这里边咱们加上配置里边有一个叫做 F 配置分页的方法，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分页显示出来了。然后我们这里边 while 循环输出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用 list 五列咱也不用了，咱直接用一行数据等于 $for 结果集里边 FETCH相信 ASSOC， 把数据都取出来放在一行，有一行输出的就是一个 TR， 然后输出斜杠 TR， 然后这里边我们有一列 for h 便利这一行数据，当然了作为一列去便利，因为它也是一个数组，一行记录是一个数组嘛。如果大家对 MySQL 这个结果集不了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 MySQL 的详细介绍 ,td, 斜杠 td, 这里边连接 CUR, 这样的一个列表咱们就写完了，服务器端跟咱们正常写的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无双页面现在能不能把第一个页面加载到，你看加载到商品列表，下一页下一页都有了，但是这个商品列表类我们现在就可以修改了，现在还不叫无刷新页面，这是咱们前面录制的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输出，看在前面这块咱可以把它删掉，大家刷新一下现在当然是有缓存了，你看现在我鼠标放到下一页一点击，现在是转向了另外一个 demo 点 PHP， 不是原来在这里边了，不是咱们在这里边的，一点击你看下边地址栏是一个独立的请求，并不是用阿贾克斯请求。如果我想实现无刷新页面的分页，那我点下一页也必须让它执行这里边的，通过这个阿贾克斯这个方法去请求传地址，然后呢去通过阿贾克斯请求，然后设置到这块让原来数据保持不变，也就是每个页面的请求都要通过这个方法让它通过阿贾克斯去请求才可以实现，而我这里边直接输出的地址栏呢是绕过了那阿贾克斯，直接到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这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分页实现了，把浏览器关掉再开一下吧，每次它有缓存，比如说刚才那数据输出的缓存咱们可以看到下边的 index.html， 你看这回就没有那数据缓存了，上面那边都有了。好，我们要想做成阿贾克斯分页，要每个链接都可以经过那个方法，那我们就需要改这个分页类，我们看一下
怎么能让那个链接改掉？我们来看一下地址栏，咱们需要改变的，这里边地址栏有链接的地方都需要改变，你看好多有链接的地方，所以呢咱们先找到，比如说先把这个列表的地址栏，咱们先下一页下一页咱们先写完，只要这块我直接加上，让它调用 JavaScript 里边的，因为它默认把这个代码已经输入到前台了，所以它可以直接调用 set page， 然后传递这个地址，那地址咱得用双引号，那外层有双引号的咱转移一下，然后一直到这个位置，咱们得用括号返回来，但是里边也得有双引号转移。这是上面的一个地址栏，列表这块，下面这块也有一列表，就是当前的记录往前面的，咱们这也得加一个 JavaScript 冒号 set page 斜杠双引号，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斜杠双引号。好，我们先试试这好不好使，然后再把其他的想办法都加上。我为了防止缓存，我得先把这个关掉，我再重开。你们做实验，如果用 IE 浏览器做实验的话，也要这样做，不然的话实现不出来结果。你看，我看一下第二页，你会看到下边设置页面的地址就变了，看到3 4 5 3 2，你看现在我就实现的是阿杰克斯分页，但是你看这时间变了吗？是17:50:35，我点第二页可以实现分页了，然后还是17:50:35就实现了阿杰克斯的分页。当然了，如果首页上一页我现在还没做那地址，你看还是独立请求又转向了这个地址，那是不对的。所以我想把首页什么也变化的话，所以在这里边每个链接地址都要，只要有链接地址的地方咱们都需要改变。这块 JavaScript 冒号调用 set page 括号双引号，然后一直到 page 等于一这块括回来斜杠双引号，然后上一页也是一样的，调用 JavaScript 冒号 set page 斜杠双引号，然后一直到 page 等于这块括回来斜杠双引号，这是上一页，然后页面列表下一页这块也需要 JavaScript 冒号 set page 斜杠双引号，一直到这个地方斜杠双引号括回来，还有最后一页咱们也需要 JavaScript 冒号 set page 括回来斜杠双引号，一直到这个位置括回来斜杠双引号。还有我们通过回车跳转，就是在这个地方通过这块回车还有这一点按钮跳转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一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事件配置等于这个，咱们看一下转地址的时候，这就不用说直接使用这个位置了，直接这块调用 set page 括回来，一直看一下，一直到配置等于几，到这块一个 if 语句的那个函数这之前就可以了。然后下边这块也是一样的，位置调用这块直接调用 set page。 当然了，如果这个类你觉得麻烦的话，咱们说只需要写一遍也就可以了，不用说你反复的总写。那下次假如说别的地方再用到阿杰克斯分页，你只要把改好的然后阿杰克斯里边也这么写好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把这个关掉，再实现一下，看是不是每个功能我们都实现了。点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现在是53分，这块有一个错误，缺少了括号，这块应该是在咱们下边这块改变的地方啊。这前边 set page v 留值大括号，这个括号应该是
写在这个里边的。括回来，把地址粘一下，重新访问一下。好，没有错误，看点第二页有没有错误。嗯，咱先试试这会儿好不好使，比如说直接到第二页回车，那看这会儿点这个呢，嗯，也不好使。那首页呢，好使，下一页尾页，首页 15.26， 下一页尾页还是26，首页时间没变的。现在就是后边这块不好使，咱们看一下这块，我后退一下，重新加吧。哦，这块JavaScript 退多了 ，set page 斜杠双引号，在这地方括回来斜杠双引号。看这块咱先一个一个加，位置这块直接加 set， page set page 加到page 等于连接下一行，this url双引号，这外层有个单引号地址，然后这个加上先试一下这个好不好使，关掉再开启，四页，好了，两页是可以的，四页。现在看一下 go 这块，咱们还没加呢，也是直接让这块 set page 括回，直接在后边返回来一个括号就可以了。所以刚才试一下，这是第三页。哦，当然咱这块没有重新请求浏览器，重新开一下浏览器。好，这回比如这块存一个四页，点 go， 直接转过来了，也是无刷新的页面，这样功能就都实现了。现在我点任何一个功能都不用刷新页面就可以实现了，无刷新的一个分页。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点过第一页了，我点第二页，点第三页，然后我再回过来点第一页，它还是重新请求的服务器。那能不能做到，如果用户已经反过来输出给客户端的页面，咱们就让他在客户端已经把它保存好呢？下次他在访问同样的页面的时候，直接从缓存里边把这页面拿出来，就不让他重新得到数据库去取了，能不能做到这点呢？当然可以，只要我在客户端做一个缓存就可以。这回我们就在客户端做缓存，怎么做缓存？我只要在这块做一个空数组 ARCHE 缓存 new 一个 ARAY 加我这块数组，看做一个这个数组，然后我先判断一下，默认弹出这个数组使用这个类型 TYPOF， 判断 CHE 里边的 URL， 如果没有定义这个数组是什么情况，我刷新一下，你看就是 undefined UNDEFINED 数加载中。那如果定义这数组它就不是 undefined 的，所以呢我就可以在这判断，在这做，如果它等于 UNDEFINED undefined， 那么证明它没有从服务器传过来数据，那我就在这块让他去到服务器去取数据，然后把取过来的数据再加到哪儿去啊？加到 CHE 这个缓存里边，那么这个数组的下标就是用这个 URL 地址等于 DATA，
这样既把取过来的数据放到内容上了，又把它放到缓存里了。这个缓存缓存到什么时候？只要你浏览器一直开着，它就会一直在内存。当你把浏览器关掉的时候，那么当然内存中的数据都释放掉了。内存中数据都释放掉了，当然这个数组也就释放掉了，那就不缓存了。除非你再重新执行数据，否则如果这个不为恐证明数组里边有数据，那我就不再执行里边从数据库，因为这里边不执行，它就不会到服务器去请求 URL， 直接从数组里边 obj.innerhtml 就等于 cache 从这个 URL 里边取出来。那为了证明咱们第一遍获取的时候是从为了证明第一遍是从数据库取出来的，我这边弹出一下，如果执行这里边就会执行这个 URL， 你看一下，如果从缓存里执行是从下边执行，就不会弹出 URL。 现在把这个页面粘贴一下关闭掉，我们再开一下浏览器，返回来，你看弹出来这 URL。 我现在点第二页也会弹出来，点第三页也会弹出来，点第四页也会弹出来，这证明这四页都是从服务器获取的。当我再点击第一页，第一页刚才是默认请求的那个地址栏，它俩写的不一样啊。再点击第二页第一页，你看已经是缓存的数据了，一二三四都是，没有弹出来。咱第五页和第六页还没点呢，一共分六页嘛。我再点击一下第五页，你看一下也缓存了。然后点一下其他页，再点下第五页，它就不会弹出了。当点第六页又第一次访问的时候，都会被缓存。你看一下，上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现在每页现在都是缓存的，都没有弹出了。当我把浏览器关掉，我再开一次浏览器，关掉浏览器的时候已经把缓存都释放了，我再开起来，你看又重新输出了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那我再现在再点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这都是从缓存里边的，这样就能保证我取过来的数据下次再去访问这页面速度能更快，因为直接就在客户端，所以你根本看不出速度慢了。第二遍的时候只有请求第五遍的，比如请求第五个，你会稍稍看得慢一点，因为它要从服务器往过取，但是加缓存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实现的不刷新无刷新的页面。当然用同样的道理，你就可以做咱们前面演示过的，比如说一些门户网站上的首页上面的选项卡，那这个呢也可以作为你的作业去做。比如说咱假如说看网易上面的首页上面有很多选项卡，它的选项卡的原理，现在呢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去把它实现。好，加载完了，你看一下，我随便找一下这里边的一个选项卡，比如说就拿体育这个，现在我就想做到，刚才分页是一点取下一页，现在都能做到你鼠标一放到这个标题栏上的时候，能让这里边的数据现从服务器取过来放到这儿，一点国际足球，那么把现取过来。如果已经像前面我已经点过的了，就让它在客户端缓存着，下次再过来的时候，你看第二遍有可能会快一点，但是这也看不出来。第二遍的时候就直接从内存里边，客户端内存里边直接取过来，因为已经读过来了，就不用再重新取了。那像这个电影，我现在鼠标一放上去，它是新从服务器取过来，这可以用阿杰克斯的实现。所以呢你借助于这节课讲的实例回去做一下，自己做一下像这种选项卡的实例，道理跟咱们分页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刚才鼠标放上去你点的事件无刷新加载内容，原理是一样的。好，这节课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里，那也将阿杰克斯的内容介绍到这里，那后边呢咱们在项目部分呢也会不断的用到阿杰克斯，希望大家呢能通过实验将阿杰克斯呢完全掌握。其实它呢应用原理也很容易，只不过呢你需要有JavaScript 和一些前台 Web 构件的一些基础才能学习阿杰克斯。
当然了，咱们现在也有像阿解克斯和 GS 框架，就是 jQuery， 大家可以通过 jQuery 呢，也很方便的去使用阿解克斯。好，这节课呢，我们就录制到这里。